向睇那霸王哭，佢爷随时唔应佢。饭局加掌掴，一搞就搞咗个几月，牵涉嘅人就越嚟越多，仲创造咗好多新理论添啊！王浩最近就积极展开司法反击，听讲系因为有契爷向华文灿、哦。但系早排向华强嘅老婆陈南接受杂志访问嗰阵时话，其实向华文一直都唔支持王浩，恃住系佢契仔就欺凌圈中人咯、哦。仲话再系咁，契爷随时唔认王浩添啊！向太就唔止闹爆王浩周身事，唔明佢点解要搞到鱼圈鸡犬不宁，仲力撑志伟乐善好施，心地好添啊！不过听讲向太都系受人所托，先加入战圈嘅咋。事关当日饭局就有向太嘅细侄，而伊顺同埋向佐又系 friend 底，维维女朋友天娜仲帮向太打工添，真系揾唔到唔撑嘅理由噶。